在美国呢，投资房子怎么样才能收益最大化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这里呢有两个子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装修升级是不是做的越多越贵越好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租金是不是要的越高越好？咱们现在先说第一个问题哈、啊，其实呢，升级这个东西呢，对于房子来讲，它是一个贬值的。 也就是说呢，你花的越多，做的越多，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个东西呢，它会一直在贬值。另外呢，就是像很多开发商，它高度定制的升级，你很多东西坏了之后呢，会有比较高的维修成本，甚至说找不到替换的。这个呢，对于投资房来讲，出租来讲的话，也是一个额外多花钱的一个东西。所以呢，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通常不建议大家去升级。 另外呢，这个升级和装修对房租的影响其实并不大，而且呢，开发商的设计中心呢通常是比较贵的，它里边呢有个 markup，开发商要赚多少钱的问题，所以呢，不同开发商它的这个比例是不同的。就算是你要去装修升级，然后自己找外面的人做，也比开发商要便宜很多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大家要切记的，不要去走到这个陷阱里面去。 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租金是不是越高越好？那么通常来讲的话呢，我们出租房子要把握几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要稳定的出租；第二点呢，就是有个好租客能保护房子。那么通常来讲的话，我们去找一个租客的时候，我们要查很多东西的。当一个租客他的材料十全十美的时候，他可以找到很多房子的，他是一个好租客，非常容易去找到房子，所以呢，他的价钱就不会特别高。 而那种价钱特别高的租客呢，他通常是他的信用啊或者其他方面有问题，他找不到这种，就是说平价租的房子，他可能会出一个高的价钱来吸引这个房主租给他。但是这样的租客呢，通常呢他不是一个好租客，不会太稳定，甚至呢可能有比较大的风险，比如说拖欠房租啊，甚至破坏房子。 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呢，往往意味着你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成本，比如说呢，租客不稳定的空置期；另外呢，租客对房子的破坏的维修，或者是不付房租，然后就是追偿的这个成本；或者是呢，就是呃，租客你很难去赶走他，甚至呢，他把你的房子用来做什么月子中心呢、啊，用来做这种转租的二房东啊，这些风险可能都是要房主承担，房子是你的。 所以呢，就是出于保护资产的一个原则来讲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好的租客，一个合理的市场价，不要去追求极致的这种高价。往往呢，高价意味着高风险和不稳定性。但是你最后算下来的话呢，可能呢就是你找一个好租客的收益更好，而这种呢，呃，差租客出高价的这种，反而会给你带来大量的这个成本和损失。这些呢，其实也是我们长期管房子。 就是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，出租房子呢，永远是要达到一个平衡，就是呢，你购买成本的一个平衡，还有呢，就是你的长期收益和这种支出的一个平衡，只有呢，达到了这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平衡，这样呢，才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回报，这个是要切记的。更多的问题呢，欢迎大家评论留言或者单独找我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